朝新闻带你看天舟六号，三、二、一。在这个大楼里面啊，这就是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走，带你进去瞧一瞧吧。哇，好高啊，站在这里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在这里技术人员要对天舟六号和长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进行吊装对接，对接完成之后呢，要完成整体测试，才能把组合体移送到发射塔架，静候最后的发射。浩浩荡荡的大队伍护送着火箭走完地球上的最后3公里路，大家挥舞着红旗一路跟随，直到火箭进入塔架的怀抱，整个过程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天舟六号动摇指挥员告诉我们，在任务正式发射前，还要组织发射场系统间全区核练，就和真正的发射一样，全员进行最后的模拟大考。天舟六号是中国空间站进入2065发展新阶段的首发任务。这艘改进型新飞船的成功出征，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踏入一段全新的旅程。潮新闻有幸成为现场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航天的未来吧。